妈，你干啥呢？锻炼锻炼呢。哎呀，你进屋吧，多冷啊！我再练一会儿。我爸在哪儿呢？爸给那里屋修炕呢，炕塌了。我妈还挺炕的。嗯。啥整完呢？快点！哎，看我整的豆芽买的。买那干啥呀？我先炒点豆芽，这个烙小饼吃啊。啊，那挺好啊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慧成。早上去市场啊，买了点豆芽，今天准备烙个小饼，再炒点豆芽吃。今天简单吃一点。我妈啥整完呢？这也整完。啊，那我先和面。哎。面和上了啊，穿上了。来，我穿上。来，你来吧。嗯，正好。嗯。你油吧，我裹点吧。啊。来点盐，来点十三香，小芝麻。咦，带劲呢！大锅多好啊！嗯，太适合烙饼。来一点点油，豆芽。来点盐，辣椒。对啊，咱爸买这梨还挺甜的。啊，你这跟哪儿学么的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俺爸买的。他这总吃的都总能学么的。挺会吃的。嗯。太好了，这回咱一会儿吃饭。嗯。吃饭了。嗯。吃饭了，我不吃了，咱这会儿吃饱了。还吃饱了呢？那不告诉你好了，先吃。韭菜。来一张，来一大张，来一大张，咦，这赶上油酥饼了，嗯，油酥哈，这棉花，太绝了，里面有咸蛋的，外面酥，里面非常软，嗯。饼子好，嗯，你这你头两天买的面也好，嗯嗯，面也是差不少，嗯，面好，烙的就好，嗯，嗯，哎，嗯。小芝麻，小芝麻一棒，我愿吃。嗯，这芝麻越嚼越香啊！那当然，确实好吃。
豆芽多嫩呢哈，它好像半生的，嗯，那是，看你妈吃，敢吃肉的，吃大葱，嗯，这比肉都小，啊，太香了，好好香啊。不高兴了，嗯，今天咱这个笨豆芽啊，炒这个韭菜，配这个小油饼一起吃呢，嗷嗷的香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呢就到这儿了，喜欢慧成视频的点个赞，三连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